呀，如果再弄不好的话，我就算了，我就不玩了，我就等9点，待会跟那个娜娜喵开越狱来玩好了。叫声小，哎呦哎，菠萝回去吧，菠萝波心经啊，我们终于可以开始了，太好了，我把画面稍微关小声一点，好啦，可以准备开始了。他说菠萝，我们回去，我们就要用滑鼠玩，也太好了。走了，菠萝，菠萝面包，按方向键移动，这可以用方向键玩那我们用那个。我们用我们咱们的这个键盘来玩好了，按下一、e、可以奔跑。哦呦哎，奔跑会有这个体力值。哦，还、啊、有一个鬼影重重冲过去是怎样？按 Q 可以平行移动。哦，酷哦，终于可以开始了，可爱小萝莉。是怎样？有没有一颗睾丸掉下来了？头会显示问号，我们可以去互动，靠近互动，问号会变为惊叹号。然后呢，按下力可以互动，力获得了一颗小石子，打水漂游戏。OK，根据互动对象不同，出现的效果也不同。啊，尝试各种不同的效果。按 B 可以选择使用道具。哦，呵呵，了解，可以使用这个奇怪的道具就对了。按下 Li V C X 任意一个键即可确定。好哦，按下 C 使用道具，丢石头啊！干，What happened？菠萝，你变成扁掉的菠萝了。菠萝哥，大哥，啊，为什么我没有因为这样被拖走呢？你这个杀狗凶手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我你嘞，然后不关我的事哦，我要走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妈死小孩，把狗弄死，然后就走了，好可怜哦。然后就直接回到家，姐姐，狗被车撞死了。菠萝怎么了？死掉了。我害死的。逃跑了？我去找他。千万不要，在家里等着。啊？怎么换他？换，这是他姐姐吗？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的。啊，说定了。最好是啊，都被撞成那样子，带了回来啊，都已经变扁掉的菠萝面包了啊，就跟 Seven 那一种很像啊。然后一等就等到晚上是吧？姐姐还不回来，去找她吧。这里似乎可以挖，需要铲子啊，要铲子可以挖。小狗的屋子，现在菠萝不在里面。好吧，我们去找它好了。Go！哇，这游戏做的真的很精致，很可爱。这什么东西？这是那个贩卖机，经常发生因为狗叫声引起的噪音扰民。对于宠物饲主要负起责任，教育好它。知道了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I'm sorry，我的错，这边有路障挡住了，而且这个跑步还有耐力值，然后到了后面会越跑越慢，所以我们要跑一下停一下，跑一下停一下，然后这边都不能上去，走哪里啊？这边可以走现在乱走是对的吗？说要去找姐姐，结果现在开始逛街了。等一，哎呦，被干了，死，吓一跳。
No， 只是不能被碰到吗？下面那个红点，消耗完毕会死掉吗？一直按着会怎样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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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它会隐形哦，它会隐形哦，这个家伙隐形。哎、欸，你们那个游戏声音会不会很大声？游戏声音要不要需要再调大一点？你们觉得？哦，我现在听是觉得还可以啦。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游戏的这个脚步声或者是音效 BGM， 好，目前是没那种 BGM 啦。如果你觉得需要再大声一点的话，可以跟我讲，我就马上做调整了。安德 ，Enderman， 好像哇，然后偷你的方块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可以躲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好屌哦！哎、欸，好好玩哦！捉迷藏游戏，这都死路。我把滑鼠移到过去好了，要造成不便。OK 啊，不用，有人说不用，好，那就 OK。因为我现在算是最小声的那一种。哎、欸，我看到我姐姐了，啊，只是尿个尿而已，不要紧张。吓死我了！你是来找我的？到这边来，干嘛 ？SOP 流程嘛，躲到草丛里面，闭上眼睛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睁开。所以说，他姐姐事先找到中到鬼了。他那个嗯是怎样？是我可以选择，还是说他就是要我这样子按？啊，闭上眼睛了。姐姐，按下 Z， 姐姐不见了。啊，这个游戏是不是有选项啊？他刚刚右边那个嗯，可是他只有一个选择给我让我选哎、欸，还是说汉化的问题？姐姐不见了。姐姐的日文怎么讲？哦，你讲？不是吧？姐姐是先回家了吗？回家看看吧。好哦。哦，终于可以查地图了。Me， 哄，哦，那是哄，完了都是英文，尴尬了。他的 UI 没有汉化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还是想办法去理解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吧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先回家好了。哎、欸，地上发个亮光。哦，你讲。中间那一个大点是声音大小，越大声会吸引鬼来。哎呦呀，三小，啊，一个手电筒而已，就这样。有问号，有问号。我还想说这个问号可以干嘛？这样走就好了、啊。又有鬼了，各种。快躲树丛，我们被包围了。快点快！非常好，这样应该可以躲过。应该找不到我吧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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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有人说大声点是吧？哎、欸，我已经躲了、欸，为什么跳那么快？没事了吧？这样对着我喊姐姐，我一定吓死。哦，你讲，这个心脏声根本是在骗人用的。No！闹路时间，不要抓我，我不好吃。可以平移不是吗？哎，对，这样可以平移，平移时间。倒退慢走时间会没事的。乱！哎、欸，那个大鬼就在那里挡路啊！哎、欸，不能再往前走了。刚刚你好，第一次看直播，你好。
太多只了吧？不要抓我 ！No！安德，安德，还好啦，他至少没有比 Sandman 恐怖就对了。Sandman 是噔，吓你一跳这样子，还没什么追来。半夜看这个我会吓死，其实我觉得还好，欸，有东西，十元，新台币十元，欸，这是什么？这个蜡烛应该是拿来记录用的吧？我想，感觉是个记录点，有没有？地藏，十元就可以快速存档，安呢？哦，哦。耶，yeah, ，供奉了10块钱，有存档吗？快速记录完成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你们 是都觉得很小声嘛？那我就调大声一点好了。这样子够大声了吧？哦，我们赶快先想办法回去再说。哎，欸，不是这里，我走错边了。哎，欸，那有东西在亮。耶，yeah, ，捡到钱。啊 ！Oh my god！ 不！哇，直接切换回来是吧？哎，欸，那我的钱还可以再重捡吗？水孔盖太过分了哦，这样不优哦。不要抓我，不要抓我。哎，欸，没事没事，还好。好，我要看一下地图。我们还要再往上面走。在那里，在那里，走慢一点就好了，啊。我觉得我们要远离水孔盖，欸，我觉得三不五时都会抓我一下。然后再来是往这里走吧，我印象中是，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一条。啊，找到了，这应该是我们家，是吗？不是不是，我们家在哪里啊？靠边啊，走错边了啦。这里，这边应该也可以直打吧？哇，到处都有钱可以拿，欸，那这样我就不用上班了啊，对不对？这么好哦，随处可见十元，欸，这么好的事情，神社，啊，又可以存档了，没关系，我钱好多，哦，供奉一下好了。至少是在附近。我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姐姐呢？姐姐呢？姐姐不在了。把我跑去哪里啊？要看地，会看地图，要背杀吗？什么意思？哎，欸。可以在这边记录啊，那快速存档跟记录是分开的，啊。进房间是记录的意思是吧？夜晚的小镇，菠萝不见了，因为被你害死了，啊。姐姐出去找他了，可是姐姐也回不来了。我决定要去找姐姐和菠萝，应该还没有走很远。检查房间里的桌子，可以记录目前的进度。好，这是记录。哇，那记录还蛮简便的。没有什么多余的音效之类的，欸，对吧，啊？没什么多余的音效之类的。好的，可以出去了。这可以去吗？没有，没东西。出去。没事，晚上乱逛。吃饭配老头，太棒了！这边有个惊叹号，我刚看到了，不幸的幸捡到了。我们可不可以看一下道具之类的，啊？ C 是 Go Home， 哦， C 是可以直接 Go Home 哦，直接回去存档。嗯， V 是设定，
AKS 是离开地图。哦，在这里啦。找电筒。关于这封信，如果不投一封同样的信到邮筒的话，就会被诅咒。没有十元硬币，所以不行。我觉得不行。我觉得阿月好严格哦。我觉得阿月好严格哦。这又是那种什么诅咒信之类的哦。我觉得好害怕，如果你不赶快把信寄出去的话，你会遭殃。请你寄给29个人，拜托。啊，就类似那种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是要投递，是不是？不信的信。所以说我现在是要去哪里啊？他也没有很明确的指示告诉我现在要怎么做啊。他只跟我讲说要去外面找，啊，我什么都找不到啊。又来又来，我去公园看一下好了。嗨，可以玩荡秋千吗？哎呦，又有东西了，石头。哦，又有石头，各种石头，可以坐在上面吗？不行，好多石头。哦，我们现在才可以看一下这边有几个这样子。哎，我忘记要怎么做切换啊 ！Q E 是切换啊，丢，哦，丢完再自己捡，好好笑的。地图拼图碎片三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有东西，我们是来这边捡石头的吗？啊啊啊！慢慢走，应该就没事了吧？我觉得他在那边，他在那边。啊！干，吓死我了！他妈的，你想要惊死啊？这个心跳真的好恐怖哦！这游戏有一些中文，有一些英文，为什么啊？就有去装那个汉化包啊？什么声音啊？啊！这么大、啊，巨型 baby 哦！哦，泰坦巨人吗？君はせいの引き逃げた。ド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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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也太大只了吧！这是巨人的小孩。哇，怎么会一匹马在跑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游戏怎么连马儿都出现了、啊？是快乐马？是快乐马？不要！不要！快乐马，我在看聊天室，我不能！啊！烂游戏，这游戏实在太棒了！啊，快速记录算了，我先记个录好了，烦死了。可以移动哦。啊，原来这是可以拿来移动的、哦，哇！哎、欸，这个不只拿来祭典哎、欸。哦，给他十块是可以快速移动。哎、欸，那刚刚遇到很多我都没有去按说，我都没有去踩哎、欸，太可惜了吧。哎、欸，安安你好，公园可以捡到铲子，真的假的？可是我刚刚没看到啊。好吧，我去公园拿一下铲子好了，看你们来说。很好笑、啊，哎、欸，我按错了，我又给他钱了。公园是这边嘛？传送过去。那我去公园看一下啊。我来啊。我可以不要靠近了吗？会怎样吗？嘿，你好。消失了，会动的球，哇哇哇哇哇哇！现在是什么情形？要捡到铲子了，
哎、欸，捡到铲子了，好，我们可以走，我们可以走了。那个球是怎样啊？啊，那个，这个、又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各种看不懂哎、欸。我们可以先回家，家里那边有土堆，有铲子可以拿来使用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回家看一下好了。就这里，这边有土堆，来。拿到什么？拿到什么东西？按错了，这是我们的铲子，然后拿到了一个骨头状的口胶、口香糖吧。啊，最喜欢吃这个的。哦，那还有什么地方有放那个土堆？我记得那时候我看到说，好可爱哦！哎、欸，卡密多安安。睾丸在跳，抱歉让你看到睾丸在跳了。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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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先来捡钱，太多了吧？Oh my god！Hello，嘿 man，没事的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只是路过的，没事没事。这是谁？这是我们姐姐吗？哎，我怎么不能跟她讲话？为什么这边会有个尸体？啊，完全没任何反应呢！啊，小女孩看到她也没有任何反应呢！可以告诉我现在怎么回事吗？这好像不是我们姐姐的样子，感觉像是一个陌生女子挂在这里。各种钱可以捡。可以往上面走看看啊！我们刚刚是死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我们遇到那个长得像那个实验人体的那种雕像，哦，现在没有出现了。不要，妈呢？哎，手机啊！您拨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查明后再拨，谢谢。我们拿到了手机啊，手机啊里的。哎，他手机没有显示出来，算了。安安，福子子，安安你好，我敢说这小女孩很厉害。姐姐说我只是睡着了。哎、欸，有声音呢，火车铁轨的声音。这什么声音？畜生的声音。那我们等火车结束好了。火车什么时候来？这还要想到那个《灌篮高手》的场景。这也太久了吧？啊，火车是要不要来？算了，我要走了。看来这里应该还没有这么快就发展到这边啊，我们往右上那边走看看好了。又来，又来，又来了！那么近啊，这个声音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左边、下面我们还没走过，对不对？等一种声音，等一种声音。！Oh my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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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哦，连点式跑法，你能跟得上我连点式跑法啊？超牛！
嫩。啊啊啊啊啊啊！零点四跑法，零点四跑法，零点四跑法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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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呀、啊！先跑先跑，我管你去死！啊 ！Fuck you！ 刚刚捡到的东西算不算啊？我要不要回去重捡啊？在哪里啊？哇！不要不要不要！不！马里马里轰！马里马里轰！哈哈！波雷波罗蜜，波雷波罗蜜，嗨嗨嗨！我不是案例了吗？手不会酸吗？还好。啊，如果你们自己有买这个游戏，你们要这样玩也是可以啊，不反对啊，还蛮轻松的啊。萝卜，玩了这么久，终于找到萝卜哥了。萝卜，萝卜给我钱了。萝卜，你掉钱了，我们去追萝卜。萝卜，我来追您了。嗯，哎呦，那什么？人体雕像嘛，女王蜂雕像，女王蜂，女王蜂，存档存档，哎、欸，供奉一下。我先找一下我们的萝卜，哦，菠萝啦，靠北啊，萝卜是谁？安安你好，哎、欸，我们来了，啊，学校嘛，这是学校对不对？我看到了，这头怎么大 K？啊！大头狗菠萝打不开，有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进去呢？四周找找吧。那个那封信上面说，学校外面有一个地方被树叶挡住了，可以走那个地方过去。学校附近有一个洞，可以狗洞可以钻进去就对了。是这里吗？我们越走越远啊。好像也还好哎、欸，其实这个学校旁边的树的果洞也太长了吧？嗯，到了这是哪里？该不会是这个吧？这边吗？哎、欸，不行，这边进不去，是不是这个？树林里面，靠北又是你啊 ！Oh my gosh！ 妈的，这边吗？哎、欸，好像真的是这里，是不是？有东西在亮，一块钱，科科。哇，是谁搭的帐篷？好丢啊！纸做的帐篷，纸板做的，好像马上就要倒，是谁做的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学校旁边的地帐附近有一棵矮小的树，树下藏着一条小路。嗯，矮小的树，我会不会走错边啦？音效好大声哦、喔，真的吗？还可以吧。菠萝其实已经死了，其实看他被车撞成那样，那一定也是死的啊。那是花盆啊，是啊，举走看看好了。我想用传送的，先传到上面再说、欸。哎，因为我觉得他说的那个洞可能是这个地方，是往上走的那个地方，试试看好了。哎呦靠北！又来一次了。
妈的，吓死人！对，这边有个存档点嘛，先回来到这个地方。然后往这里走。哇，太扯了！这样是不让我过去的意思啊。那个没办法过去啊，除了把他们引开之外，没别的方法。你说是不是？好，人家那边还有一个女王蜂雕像。这怎么可以得开啊？他们消失了。这里看看好了。然后那颗头在那边，哦，右手哎，山路附近有一名年轻女孩失踪了，哎，我怎么感觉这个画一模一样啊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曾经来过这里啊？哎，对，我曾经来过这里，我再重温一下。对啊。我的八七什么东西，这一句名就来过了。所以说我们从这边走学校，最终还是得往这边啊，才办法找到那棵树嘛。哦，我看到那个路线图了，它右边，它上去之后右边还有一条路。对啦，要往这里走啦，但是我们遇到这个麻烦的家伙，啊，就靠背啊，就死路一条。哎呀，安安你好，那里不能走，我们还是乖乖往下走好了，不给过啊。天啊！哎、欸，这越来越黑、欸！哇，边界，我们居然走到边界来了，下面有一颗眼睛呢、欸，好笑哦、喔！那眼睛该不会怎样吧？看一下好了，哎呦，干嘛？你要吃我你？哎、欸，看你真的，哈哈哈哈！好笑哦，地上有一张脸。地上有一张脸。它是随机的、欸、现在不见了。刚明明还在说。后面会有很多吸血鬼啊，真的。哇，那个鬼。闹啦！一招毙命。哎、欸，那个大只的那个又出现了。哎、欸，他现在这个大只的会动了，是怎么回事？现在大只的都会动就对了。没有一座桥。哦，可以躲这里啊、哦！哎、欸，好好笑哦！原来可以连这都可以躲，看这王八蛋又来了。
最好是没事会有这么多人孔盖啊！你看这也太不符合常理，哪有弄一个同一个时间点人孔盖这么多，两个连在一起的人孔盖，八七，间隔也太近了啊！这也是停车场是吧？背包，发车哎，带车还在发动哎。哇，比如啊，我看一下背包有什么东西。被解开了，寻找学校的小路，我还没找到，抱歉。学校的小路到底在哪里？我已经找了8000里，还没找到学校的小路。确定在深夜玩之 OK 吗？还可以啦，我大概开到9点吧。等下9点要跟娜娜喵开那个越狱，我要跟她玩越狱，越狱，然后走一走要走回来是吧？学校隔壁的地障有一条小路，还是没有找到小路在哪里啊？他说的地藏，这个是这个地藏的意思嘛？小路的话，但我觉得就不用供奉，我们直接传到上面就好了。从上面也可以走到下面的那个啊，不用那么麻烦。是这里。Oh my god！找那么久，原来在这儿啊！前往游泳池的门。用铲子开门啊！想太多了，我们只有一个铲子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太棒了！可以躲吗？还是不能躲了。我们终于有进展了，这什么东西？会动的垃圾袋。哦，这么晚了还响铃。好，垃圾袋继续滚，继续滚他家的。啊，他说这个是他家的事情。哦，会飞的包包，会飞，哈哈哈，是要强迫我带上这个包包是不是？我看我还是先跑好了。包包到底想干嘛啦？游戏从头到尾就被追就饱啦，快乐饱啦没？上面有个亮亮的，泳池的钥匙和鸡窝的钥匙都丢失了，持有钥匙的同学请送到教职员的办公室。教职员办公室。等下要看那个大嘴巴！啊，快跑！萝莉是用爬的，他是用爬的嘛？我刚没注意看说，因为我现在很专心的在看周遭到底发生什么。哇，念书小童也出现了，来，先来供奉一下，供奉。Hello，Hello，嘿嘿嘿嘿嘿。他应该不会对我怎样吧？嘿，man，如果靠近他会怎样？哎，不会怎样哎，哇，还蛮亲切的嘛，非常好。那这是学校操场嘛？啊，某学校操场就最大啊，什么东西都会有啊，对不对？鲜红的考试答作答题，这个是什么？其中一部分嘛，
有很多叉叉的考试打死，被揉得破破烂烂的。有这个又有什么用？看又是你，妈那头会转，那个低能儿，他最难搞了。里面有一个，一颗石头，然后这边又一个，哦，红蜡笔的笔记，妈妈还不回家，夜这么深了，她在哪里？为什么还不回家？其实我不太敢到中间去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觉得到中间就是有点类似，就是准备要被杀死那种感觉。所以说呢，逛完一圈我们就直接出去了哈，不要去中间了。我觉得是找死的一个概念啊，不作死就不会死。那什么鞋子欸，有鞋子，前方鸡窝，左边垃圾场，右边游泳池。我们去鸡窝看一下好了。有一双鞋子，姐姐的鞋子，是姐姐，为什么会在这里 ？Oh my！ 哎，好可爱 ，so 卡哇伊！哎，菠萝你怎么变这样子？这个脸，超灵呆！那个脸，那个脸，那只狗的脸，超开心的呢！这根本是搞笑游戏吧？他们家的狗是被弄到很舒服，然后之后表情变成这样子啊，好可爱啊！八七脸不是菠萝哦，对啊，那个不是菠萝，他说的不是我说的，所以不要理我。啊啊什么？在干嘛？你想表达什么？姐姐的鞋子我给忘了，回去拿吧。哦，那就忘了拿，就忘了拿，没在那边。前方垃圾场没有十元硬币，所以不行。什么意思？叫什么没有硬币，所以不行、啊？因为太危险，千万不要进去。再说，我先去捡鞋子再说好了。啊，要回去捡鞋子，要遇到那个低能狗。低能狗会不会还在那里啊？还来啊，别气啊！还我啊！哎、欸，我们先看一下这有什么，我蛮好奇的。所以都被挡住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嗯嗯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喂喂喂喂喂喂！奇怪的声音哎、欸。啊，原来是包包！哎、欸，那边有一个包包哎、欸，为什么那包包不弄我啊？太诡异了吧！居然没事哎、欸，但作死也不一定会死。他的脸像人脸，小笨狗，你赖我好丢脸啊！哇，现在可以跑很快，19。原来这边还有动物啊，似乎上锁了。我们没有钥匙啊，什么时候不能坐？哇，这个楼梯间隔也做太大了吧？这个楼梯的这个间隔应该是给那个巨人族在走路的吧？你看我这个脚，哎、欸，这个楼梯做有点夸张哦，这个根本就是不是给人设计用的吧？我觉得，狗来了。不让我过去，能不能用什么东西让他分心呢？这还用讲吗？当然是，丢石头啊！这是石头，这是时候石头派上用场了啊、哦！来，丢，算了，我放弃了。是不是可以放东西进去？放铲子，不知道我放铲子到底要干嘛？
这不是他要的东西。还会看了一下，好笑，放铲子。我不要铲子。好好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不要铲子，我知道，我都懂，我了解。响板，我捡到这种奇怪的东西啊。响板是拿来什么作用的？难道说狗喜欢响板吗？应该是不太可能吧。还是算了，我们先放弃这个地方，我们先去垃圾场吧。垃圾场搞不好会有狗狗想要的东西，比如说臭袜子之类的。今天会开比较晚。哎，对哦，干骨头狗香糖哦，靠杯啊！我怎么没想到？我都忘记我自己身上有什么道具了。感谢提醒。我们还是回去给他吃骨头口香糖吧，我们有拿到吗？可是可以做切换吗？再试一次。不行啊！不行不行，他这里没有那个，不能切换 Q 一，骨头口香糖放不进去。不行不行。没有作用，被塞。这萝莉要放胖刺啊？真的吗？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，那只狗也太幸福了。为什么我没有啊？不是啊，我是说这样子的话就不符合游戏的整体的逻辑嘛，对不对？狗会喜欢胖刺，不太对吧？对不对啊？你说我喜欢胖子，不是啦啊！你说我，好，没事，我们继续吧。娱乐社场，没错，这边就是乐社场了。拜托不要死掉！哇，这是一个会让我玩到打哈欠的游戏。无人头 ！Oh my god! Oh my god！ 我开灯其实就好像也还好哎、欸，不开灯他们好像不会怎样的样子。Oh, oh my god！好多雕像啊、哦！这里是能捡到什么东西啊？感觉捡不到什么东西啊！啊！啊！哇哦！哇哦！哇哦！哇、wow、哦！哇哦！死狗一点，错级！干三小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我现在在这个地方，他阻止我前进，所以说我不能往这边走，我要走这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这不对吧？不给过了，关灯。哎，关灯就没事了。我觉得骨头是收集品诶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我这样，我觉得还是要开灯好了，不然等一下被恶灵给搞死。鞋子的那个剧情要不要触发一下？因为那只狗在下面，我们去触发一下鞋子的剧情，再往垃圾场走看看好了。哦，先触发一下。响板的响板的话就是收集品嘛，犯错了。响板是属于收集品啊，所以说它不会消失，对，没有任何关联就对了。触发一下，
叫屁叫、哦！好，我们去垃圾场，找他最爱的东西啊，比如说臭袜子啊，啊，或者是那种就是内裤之类的啊，啊，腥味很重的那种，他们都很喜欢。狗狗喜欢闻腥味重的东西。有声音了，有声音了。我们刚刚垃圾场右边上面都没东西嘛，我们往左边走看看好了。选择往左边走试试看。这里，看来这边也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而且手电筒照他们好像会追来，感觉不是很好、啊。No! Fuck you, man!都够了、哦。所以这也不能用跑的，我知道了。啊，垃圾场也没东西啊。啊，往下面走，走到底，往右边，这里对不对？走到用这种方式走最方便了。垃圾场没屁用，我们就走这里吧。这边有一棵大树，榕树下，全校最大的樱花树，树下埋着死人什么的，有人在这里上吊什么的，砍了树会流血什么的，有着多惊人的传闻啊！那我可以砍他吗？让你流着血。哇！所以我说钥匙到底哪里拿？我现在到现在从头到尾拿到一个铲子。Fuck you！ 我们看一下中间好了，那个大智佬还在不在？鬼超多。左边也没有东西啊，游泳池也进不去啊，寂寞吧。我觉得我光是要进学校就好困难，钥匙在哪里？绝对难不倒你。看到了啦，原来钥匙在那边啦，死吧！我不想死，不要，我还活着，太好了，人生真美满，我居然还活着，实在太好了。他是还在追，还在追，终于啊，终于啊！鸡窝在这吧，对，来吧，前面就这条路，故意给你一只鬼在这里 ，yes。我会把游泳池的那个放在这里啊，这鸡好笑、啊，科科，怎么也太简单的感觉，这也太 easy 了吧？好啦，我承认我刚刚，干，差点死掉，啊，我
我承认我刚刚真的是不知道那边有钥匙，不然知道的话，其实可以更快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可以去游泳池了。现在存快速存个档先好了，供奉了10元，好，记录完成。几岁啊？18岁啊。看台规，太过隐私的问题不回答。对啊，所以我都是啊，所以我都回答18，呵呵。游泳池的门应该在这吧，对不对 ？OK， 无聊，就这里了，太好了。啊，选错了，第二把。耶、yeah ！哇，好大只的鱼哦！我靠，看你脑子！还好我记录，谢谢。那我就不用重跑了，爽！小笨狗，杰林明天是应该就结局了吧？对，没错，明天杰林就结局了。然后我可能会想要直播 DLC。哎、欸，直接那个、哦。我丢！好咯，好咯，好咯，知道怎么下去啊？看那只鱼，一颗眼睛的鱼，很补哦。排水管要不要放水检查？当然要啊。让那个鱼死在里面。好像我家里冲马桶水的声音啊。那不是螃蟹啦，那个是很大一只金鱼。啊，不是水都放了，这个鱼还可以游，怎样？啊，也是啊，它是一只鬼啊。你是鬼。捡到什么？是排水口？有什么东西卡在排水口上面要取下来吗？要，撕掉了骨头。哦，撕掉了骨头。I know, I know。我记得这边刚刚不是有一个道具吗？哎呦喂呦喂呦喂喂喂喂喂喂！这鬼是怎么来的？拼图碎片。所以说那个拿来喂狗嘛，然后狗就会过去吸引它，我们就穿的时候冲进去了，太好了。然后我觉得我不要走那一条，那一条是不归路，那一条的鬼超多的，而且又不够宽，这里比较宽，比较适合走位。靠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，我快死了，快死了。哦，非常好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 ，yes。我们现在有多少钱？哦、我们还有8块钱，这么多、哦。所以说我到现在还没有发挥到石头的功用、欸，哎，石头功用到底是可以干嘛？一个路，开心。超进化物语啊！超进化物语，我还在练等呢、欸。干，妈的，早不看聊天室了，吓死！超进化物语现在还在练等级，等级实在太难练了，而且太难了，而且每天都要刷同样的副本，我觉得好累哦。然后就是赶快刷，加减刷一些重点，还蛮麻烦的。这样就闪过了，太好了。我不知道啊，石头，我不知道该干嘛、啊。说真的，
要放什么上去呢？就这个撕掉的骨头。好吃。哦，看他非常的喜欢。被拿走了。好，跑去别地方，跑去别地方啃骨头吃了。走了走了，太好了。我终于可以进来了。室内鞋。姐姐的鞋子又捡到了一双。啊，没有，本来就一只啊，不是一双，讲错了。那、啊、捡完就可以走了，这样。啊，当然要记录这张奖吗？哇，已经玩到8:50了。好啦，我们玩这么久，终于啊回到家里来了。姐姐的鞋子，我想起来了，姐姐穿着这一双鞋子，那天她穿的就是这一双。现在她只穿了一只吗？完全不知道姐姐在哪里。总而言之，一定要找到她，田野那边去找找吧。所以说要去田野就对了，好吧？哦，原来这些相关道具都会收集在这可爱的小房间里面啊！原来如此，科科，哎，原来是这样收集的、啊，这么屌！哦，好吧，就先这样子。好啦，我们觉得今天先玩到这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记录档的话，我还是有点手痒，想要稍微把它剪一下段落，不然的话真的卡关卡太久了，我觉得就不太好。所以我应该会剪一剪，重新上传吧。好，大概也是一个小时的长度啦，看情况啦。如果算了，也不要说一个小时的长度，反正就剪多少就上传多少吧，好不好？反正这款游戏我记得游戏长度不长，大概2小时吧。哦，好吧，那我今天先播到这里哦。